开始吧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，用牙刷边缘这个位置，45度角斜斜放进去，牙齿跟牙龈之间这个边缘45度角，轻轻颤动，上面往下。每2到3个牙为一组，每一组之间都有一个重叠的牙。上面往下刷，下面往上刷。大牙咬合面打圈或者来回刷。内面内侧跟外面一样，也是用牙刷边缘45度角放进去，牙齿跟牙龈之间轻轻颤动，下面往上，上面往下。内侧前牙用牙刷竖起来，来回刷动，每个面都要刷6到7次，全口不低于2分钟。阿妹在把那个上牙往下刷的时候，特别内侧，你从那个边缘开始，刚才刷到这个硬腭了，就是牙刷放的，对，刚才没对准，对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特写。开始了哈。我没停。上牙低一点。很难的，其实要看得到。这个位置你要看得到。低一点。好，那就补全了，这个就是这样。